欢迎来到 Epson 喷墨进化研究室。今天啊，要介绍的商品不得了喽！看它的外观就知道啊，它大有来头哦。它是 Epson 智慧遥控高速传真的复合机 L6490。最基本的列印、影印啊、扫描这些绝对不会少，还有自动静止、ADF 跟双面印刷这些啊，对它来说也都只是小菜一碟哦。Epson 主推的 Smart Panel 它当然也有哦。手机啊，在连线的范围走到哪就能印到哪哦。大家还记得我之前介绍过的 L6290 有黑墨防水功能吗？ L6490 不仅也有哦，还加强了四个色的墨水，通通都防水哦。它能确保你彩色的成品啊碰到水不会就毁容喽。说到省钱呢，虽然是最高规格的机种，但啊它仍保有连续光墨的优良基因，列印一次啊一张0.08元，它每分钟啊可以印制17张的黑白资料，最奢侈的彩色列印也才0.33元，每分钟啊。可以印制9.5张哦。身为超强高效复合机，它当然也有 Epson 当家的 Heat Free 免加热喷墨技术哦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每分钟17张是已经可以媲美以速度著称的雷射印表机喽。而且啊，跟雷射印表机相比啊，连续光墨啊可以帮你省电95%哦。纵观它的效能、耗材、价格、耗电量，有同期间最小的宽幅机身，在找商业印表机的朋友们，也请认明 Epson L6490。